每等到了 just never wake up in morning， 在午夜起来准备开灯马路上漂移才刚听到位置我准备了就同意了开始都只等你下去我也帮你开始 living in the shadow 本来一百就在你背后过往事就算好别失去你也不会对随便影响我的胃口你们不是我的对手他揿唔到我哋嘅台，咁但系头先有我名，点解咧？因为我已经上咗今日第一位。我的耳机帮我转大声一点点。你有冇二楼嘅人？如果大家中意呢段 video， 记住下面揿个 like 嘅 subscribe 同埋钟仔，多啲留言，多啲 like 都可以帮到你嘅片，多啲人睇到嘅。记住去埋 Instagram 同埋大家嘅 Instagram 度 follow 埋啦，呢度 OK。咁啊，上面有好多 story 同相咧，大家喺 YouTube 上面睇唔到嘅。我今日得到，我都开始见到啦，又停车场入嚟，嚟，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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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午夜起来准备开到马路上漂移才刚听到我的音节声音已经开始着急在暗处开始都只等你下去我也帮你开始 living in the shadow 不能一陪你左右突然消失在你面前出现就在你背后过往事就算旁边失去你也不会对随便影响我的胃口那么晚过来有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 Odie 啊，今日咧仲有 K 啦，同埋阿 Ray 喺呢度嘅。咁我哋而家喺边度呢？我哋而家喺何文田爱民村嘅一个卡仔场。咁啊，香港咧玩卡仔咧，我唔知啊，我唔记得细个我记错定唔知澳门咧系有个卡仔场。有噶，我记得澳门系有。有澳门玩过一次，我之前系旅游局玩过。有冇玩过卡仔？系啊，冇。你真系冇，真系冇啊。冇血冇肉嘅，系咯，冇咗落卡仔嘅咩？有啊，啲撞嚟撞去嘅啫。我呢个碰碰车啊，顶你！啊，细个碰碰车喎，呢度唔碰得嘅咩？今日都系嚟碰嘅，系咯，硬碰硬硬碰。咁我自己咧玩卡仔嘅经验咧，就系泰国，系，跟住有次玩 QB 场。跟住有次喺日本就喺道路度玩嗰個 Mario 卡，我以前玩碰碰車都漂移嘅，唔係我係俾人撞漂移，我都想講俾人撞到漂移啊！冇錯，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十八卡呢度玩啦。咁其實呢度咧就有嘢食啦，又有一個 drift 場啦，跟住有個 Polation 嘅 Simulator 嘅模擬器啦。咁仲有最重要咧就係有個卡仔場嘅。咁啊呢個卡仔場咧，呢度佔地成50,000尺，所以係好正。咁喺香港可以喺室內玩到卡仔係一個好，即係要嚟試一下，真係好少機會有啊，所以真係要嚟玩一下。老闆啦就聯絡咗我啦，所以我咧就今日過嚟玩啦。咁咧佢今次呢度咧個卡仔咧就係一個電卡。咁就只要夠150cm 就可以玩噶啦，咁就唔使话几多岁嘅，咁啊阵间咧我哋就会做啲登记啦，咁登记完咧就会玩啦，咁我哋今日 let's go 咯。生死状睇到有啲朋友仔喺度玩紧啦，咁咧就话咧地下咧有啲箭嘴俾大家跟住嘅，即系如果大家咧攞线位咧攞尽少少。跟住就貼近線位，因為咧就速度好幾快嘅。如果你唔攞盡線位咧，未必過到啲彎。咁而家老闆咧就話俾我哋試一轉先，咁我哋試完一轉再感受一下究竟係咩環境，再同大家講。即係教大家 out in out in 啊 ，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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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我哋試下嚟玩 in in 咯，睇過唔過到只彎啦。全內彎都唔得，要 U turn my hand back 先得。好啦，我哋而家去上堂啊！你翻前排 plan， 大哥。驾驶前请先阅读及确保清楚明白所有守则，并签署其他与车身之间嘅通知。发现而家佢哋已经系开始埋就到我哋啦，好紧张。佢哋好有气势啊！佢哋唔系香港人嚟噶，佢哋系外国人嚟噶。我准备开始咯，阿 Ray 准备好未啊？冇加減幫我自動幫我。他
整个西点霓虹灯让我们来游。CCT 创作下着 melody， 我 balling， keep it running， 那个弯过了 easy， 后照镜看不见你。When I'm in my car， feeling like a star， 距离陪过也 went too far， 就只能唱你的歌。Man by， 帮你上了课。Man by， 别带跑我的歌。Man by， turn left， turn right， yeah right。我们跳上了驾驶座。一路顺风，像河水流动，管你那家三百都要被坏。Roll up， 你看不到我车尾灯。Roll up， Roll up， 你看不到我车尾灯。Roll up， Roll up。我的耳机帮我转大声一点。Yeah yeah yeah yeah。每天累了车子 never wake up in morning， 在午夜起来准备开到马路上漂移，才刚听到我的音节声音已经开始着急，在暗处靠着动作等你下去，我也帮你开始 living in the shadow， 不乐意陪你左右，突然消失在你面前，出现就在你背后，过往事就算旁边是悬念也不会退缩，别影响我的胃口，你们不是我的对手，真是倒霉让你第一次就遇见我，赶快去找你的队友求救，都要 limit 你的 backup， 这次证明不是要我亲自出手。同位置地没有玩过手，你开的不是 Lambo， I got some technical， I always ready for ready caution， 那那背的鲜活你从来没有见过我。I can't even find about the 那其他的听得都我翻不到，才想到你哪里来的靠你咨询，那才靠我突破各种不同，他们遇见带走我的物理，准备轰炸你的脑门。Yeah， 非我少说，帅哥还是浮现，我的还是内容都随你便 ，got some real shit， 随便你们怎么消费 ，I'm the big boss， 准备把你一笔作废。Yeah yeah。Started from bottom before， 现在从你旁边经过 ，Yeah yeah， Wake up， Roll up， 你看不到我车尾灯 ，Roll up， Roll up， 你看不到我车尾灯 ，Roll up， Roll up， 不要动，不要看不到车尾灯，你看不到 ，Any shot is the bell， Any turn it turn it turn it up， turn it down， 关注到放着飘 ，Flow。
我想講咧，呢度咧就有免費泊車，所以大家嚟玩咧就可以免費泊車。咁同埋我哋而家咧就玩埋一個 drift 嘅 Fury 嘅電動車仔。O O K 噶，玩得噶。我試下先。好啊，點行啊？我試下先。笑死了！佢比我幻想的動力大很多，我諗住好似當小朋友玩咁樣咯。點樣落即係反嚟啫喎？有啲一陣拉輕不係零地，快過碰碰車啊！我快過碰碰車，咁啲小朋友行不回家。佢撳唔翻我哋 record， 咁但係頭先有我名，點解咧？因為我已經上過今日第一位。屌啊！佢話佢嗰個錯咗 record， 跟住哇！我係終於玩完啦，本身諗住出去拍翻個 record 嘅，點知就佢話撳唔翻我三個，但係咁啱咧，俾我見到有個畫面咧，竟然有我，因為我唔小心，喂，唔好咁意啦，係咁意。係咁攞呢個全場第一位，就啱啱出嚟報道，33點唔知幾多秒，好似係33秒。如果你啊嚟到有信心破啦，唔係咁樣嘅，大好啦，咁啊今日玩完啦，覺得點啊？好攰咯。會係啊，因為太好玩啦，太好玩啦，都有速度咁。頭先咧一黃旗啦，跟住之後咧一綠旗，哇，勁快架車，我諗個速度咁快咯，突然間衝咗去。係啊，突然間衝咗去，哇，真係盡曬雞啦，已經捽曬太咁樣甩住佢，好爽，真係好爽。仲要諗起呢只發狗眼咧，一劈一甩過去，冇錯，勁正。將我哋嘅 O in O 技術發展 ，O in O in O， 同埋個體感好正，好似咧啲人話咧，即係揸86咁樣咧，即係啲太感咧，就算有石仔經過都有 feel。哇！你 feel 到我痛，哇！一有少離地或者有少線咧，你都哇捉住嗰啲 feel 咧，係好正。所以大家咧一定要嚟何文田咧18 challenge 出去玩下。我有小朋友場咯，係小朋友場。其實我哋本身都係想玩嘅，但我哋之後仲有少嘢做，要讓小朋友玩曬先。好多小朋友過嚟玩，因為真係好好玩。佢除咗個drift 嗰個車之外，因為其實嗰個電動嘅，跟住佢另外仲有個係好似頭先嗰啲。林寶啊，係咪？啊，係啊，跟住有寶馬咁樣。即係其實合家歡過嚟度玩好正，係啊，有嘢食啊，大人走去玩啲真係快速嘅。係啊，又快速咁啊，快速咁。唔快速咩？俾你嘴就快速，唔係即係車快速。小朋友就玩啲龜速嘅，係啦，係啦，咁啊安全，跟住又有 pro racing 咧，有 simulator， 玩下呢個大霧山場。哇！佢又仲有籃球機啦、飛鏢機啦，即係俾你可以即係玩乜都得。係啦，你想玩波又得，你想快又。想快又快，得啫。好啦，佢今日咧就到呢度先。如果大家中意呢片，記住喺下面撳個 like， 記住 subscribe 撳個鐘仔，多啲留言，多啲 like 可以幫到我哋片多啲人睇嘅。仲記住去埋我哋三個嘅 Instagram 度望下啦，上面有好多相咧係 YouTube 上面睇唔到嘅。等你嚟出機，喂咁。Living in the desert, never wake up in mornings. 午夜起来，准备开到马路上漂移，才刚听到我的音乐声，你已经开始着急，在暗处靠着桌子等你下棋。我要帮你开始 living in the shadow， 不然一杯你左右。突然消失在你面前，出现就在你背后。过往事就算怕被失去，你也不会退缩。别影响我的胃口，你们不是我的对手。早知道没，让你第一。